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后生还者》。再来就是等这个人走回去。天香那边的时候就可以下去。最后一个人是在那个现在右手边的建筑物里面。打倒这个人之后会有两个状况，一个是 没有被发现，就像现在很安静什么事都没有，另外一个是新出的一批四个人会开始找我，那开始找代表打最后那个人的时候刚好被发现了。这四个人的位置我们爬上去看，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就多了一次击杀机会。哇哇哇，两下都没有中。哦哦，糟糕。好幸运啊，我刚好打中他那个火焰瓶。我觉得这个距离的话，我应该是射不中的。我现在去找找机会跟他们打。还在这边烤鸡肉。你看哪一串走？
奇怪人勒？我刚刚只解决掉一只啊，应该还有三只。Known better. If you're going to steal, you better make sure you get away with it. Right? I would have done. They're all dead. They're all fucking dead. What the hell's he yapping about? Take a breath. Who's dead? The whole crew. The 76 lookout guy. Some fucking tourist killed him. Kill all of them. Shit. Have you talked to the boss? Yeah. He wants everyone to hold their ground. Watch the gate. All right. You heard him. Search the area. Do not let anybody through.要不要做点东西啊？材料好像蛮多的嘞，剪刀根本就满了，不能再带更多了。这个也是，这样不做成炸弹之后再剪刀就浪费了。哇！我有被发现吗？快点！看来只能硬拼了。先移动。我来了，来了！还好刚刚有改装，算是幸运，刚好一击把他打爆。哎呦！吓死人了！狙击手应该还在。刚好打坏，换一只。在这边是算蛮不错安全的，因为它出现的时候我有时间反应。不过，我觉得我该已经毁了。棒的，小艾莉拿的不是拉栓狙击枪吗？他怎么有办法连发？
我应该可以暗杀，杀死你！ 哪里？ You hear me? 如果我不战斗的话，就没有骂太指望 NPC 帮我打。不行，这样会被发现，快跑！希望他们两个分开，如果有人落单我就有机会。哇，这边有一个，我先解决他好了。等一下，好，son of a bitch！ 快跑，哦，狙击手还在啊，哇塞，哦，小艾莉，拜托了，狙击手帮我解决掉。Let's go check the street. Go check over there.火焰瓶这么好，他不知道算不算我的火焰瓶，毕竟从那边抢来的，好像就这样拿在手上。Holy shit!如果不能保存的话，还是浪费，丢掉吧。搞不好是可以保存的，这样好像蛮浪费的。我都丢了，没办法。狙击手好像已经死了。做得好，小艾莉。砖头，刚刚那个敌人呢？我猜应该剩下他而已。要是被最后一只打死，就真的很怨。可以看到的范围里面都没有找到他的身影。奇怪，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到底跑去哪里了？没有哎、欸，这边再没有的话，应该就在楼上了。哦，躲在这，傻傻的躲在这。All right, come on down. 解决了。How'd I do? About something, a little more your size. It's for emergencies only. Okay. Now, the safety's on. Do you know how to switch it off? I do. Okay, you gotta respect it. This is not a... Joel, I'll be careful. Okay. 很担心小艾莉。小艾莉能够拿枪应该是算很有帮助吧。最起码不用再全部都我一个人打。确认一下，所有东西都捡完了，就走吧。Alright, do your thing, Ellie. On it. Stupid chain is stuck. Hold on. I am. There. It's good thinking. Help me open this. Here. 搬得动吗？我看我搬得这么辛苦，他居然搬得动，猛！从这个爬上去没有错。哎，又有升级机会，这么快速！82个，我也不知道要升什么嘞，其实。这个枪都还不能升，而且子弹根本就太少了，不然升下弓箭的好了。
下。There we go. 还有差多少？哎，其实还差蛮多嘞。不晓得我的那个可不可以升体力了？还不行，还要再20。Oh shit! Get down! Get down! No! days, huh? Whatever, man. Damn, no food, old pair of shoes. We got nothing. Let's go. Oh man. Ain't nothing we could have done. I know. It's just. Oh man. Let's just get to that bridge.Did they wipe out the entire crew over there? 他在说我们，他在说我们，他在说我们。哦！啊！哦 ！Shit！ Shit！ 好险！好险！这边的办公桌能不能有些零食？补个血呢？有个东西，我们击退了，击退他们了。他们大部分的军事力都已撤退到自由大道。我们午夜出击，召集所有人带上武器。你还站得起来，就还能战斗。任何人拒绝我们。拒绝和我们并肩作战的都将受到流放，任何人敢援助军队都将被拿来杀鸡儆猴。今晚我们要终结这个暴政，为我们自己开创新生活。刚刚那个留言看起来说不定我们还会遇到什么军队，不然就是那是以前的事情。哦，有人，有人，在那上面。What about Marcus? Yeah, they're driving through that area now. You know, they're looking for him. Quite a job, these tourists. They gotta show up somewhere. This will be your lucky day.
能不能用弓箭暗杀他。可恶，那弓刚好会挡到我的瞄准位置。好，有动吗？我觉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哎。那个人是不见了，没错。他最后一刻，我看他走开了。希望有中。现在要怎么走？哇，这里都布着炸弹，可惜不能带走。我先看能不能到楼上去看看好了。五个血。这边开始上楼。哦，这里还有一个人。啊！刚刚那个果然没中。Fuck！You motherfucker. Fuck. 第一下距离没算准，还好还好。还好了。欢迎关好了，我这次棒子太快不行。10月10日，我看着暴徒将石油淋在马斯特队长和队员身上，将他们活活烧死。这些混蛋在庆祝，一些该死的老头还在抱怨这是浪费汽油。他们人太多了，我只能偷偷溜走。但我记住了他们所有人的脸孔。有必要的话，我会一个一个的猎杀他们。好像没有楼上了。哎，哦，所以刚刚那一下我是有中的咯。那边还好多人呢。Just so we're clear about back there, it was either him or me. You're welcome.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